也门政府军同叛军在南部塔尔斯山等多个地区再度爆发激烈的巷战。有分析指，双方要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前景并不乐观。其次，教派之间的争斗不断加剧，令到极端势力乘机壮大，再先令到也门离和平之路遥遥无期。也门自2015年开始至今的内战，两个集团和其支持者各自宣称代表了也门政府。参战一方的流亡现任总统阿博杜拉布曼苏尔哈迪领导的也门政府和其盟友南方运动总部设在雅丁，另一方是胡塞武装组织和其盟友前总统阿里阿博杜拉萨尼克。阿盖达组织、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国都有参加这一次的内战，其中阿盖达控制了大片的内陆领地并延伸到海岸。